好烫，难道是淋雨发烧了？先救醒他再说。王爷，雨太大了，还是回屋吧。哼，无妨。我想要看看，这大雨能带走什么。已经给王爷服下安定丸，虽然暂时压下了毒性不会发作，但是要尽快配置解药给他。配置解药有什么需要准备的，王妃您跟我们说，我们这就去办。解药的配方我早就想好了。媚月，你按照药方去药房抓药，如果药方没有就去城里买。给，人命关天，千万不要拿错了。啊，王妃好厉害啊。还愣着干嘛，快去啊。啊，是。王妃，药材都准备好放在门外了，可是蛇蔓草我跑遍了全城都没有，而且都是今早卖光的。可恶，我早猜到下毒的人会这么做，只是没想到他们行动得这么快。蛇蔓草，好耳熟的名字。江叔，你知道蛇蔓草？如果我没记错，蛇蔓草是宫里的常备药材，所以太医院的药房肯定有。那你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取啊！王妃，在下只是一介平民，皇宫可不是我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去的，但您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我怎么